假牙不怕飞了 ，BPS 吸附性一池。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，牙缺失问题已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健康问题。为美观和进食，老年人通常选择 dentures 或植入牙以弥补缺牙。但是活动假牙费用较低，但不够牢固。全口植牙不仅价格高昂，整个治疗过程又漫长痛苦。现在日本最新的 BPS 吸附性假牙技术为老年人带来健康的新口腔生活。台湾牙医苏白宇表示， BPS 吸附性假牙是采用高精度印模技术制作的义齿，结合日本传承的力学模型分析，根据咀嚼和口腔运动习惯定制患者专属假牙。第一优点是稳固牢靠， BPS 吸附性假牙采用近真空吸附，无需依赖 denture adhesive， 穿戴方便且易清洁。第二优点是自然美观，相比传统活动假牙， BPS 吸附性假牙无金属或卡环，更接近真牙自然美观，更符合口腔情况。 BPS 吸附性假牙适用于哪些人群？苏医生表示， BPS 吸附性假牙无需手术，最适合不适于或害怕植牙手术的人，如糖尿病患者或高龄老人。 BPS 吸附性义齿通过精细印模和制作工艺建构，所以大范围缺牙的人即便无自身牙齿支撑，也能提供比普通假牙更好的力学设计，不仅恢复美好笑容，也能自在享受美食。打喷嚏或大笑也无需担心假牙会脱落。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，口腔健康问题愈发重要， BPS 吸附性假牙为老年人带来新的选择，使他们重拾美丽自信的笑容与品尝美食的乐趣。总之， BPS 吸附性假牙有望为全球老年人带来更健康自在的生活，社会应高度重视老年人健康需求， BPS 吸附性假牙技术值得推广。健康生活编辑部。